看你娘一来，我开长气走了。我讲，看你年纪伤济，你娘这个家在哪掉的？我一公三十会掉的。直接带去。他在这块啊。
扛出来，我两个懊悔。他还有直接走啊，懊悔。那可能刚刚现在刚走而已，那个东西。Thank you.